吴灵珊加入春风爱河编剧组。华视提供记者曾德荣台北报道。吴灵珊在甘味人生中饰演朱火炉爆红，他日前加入华视八点档春风爱河边，饰演王凯的爸爸林逢春。吴灵珊表示，这次的角色是一个集团总裁，比较成熟内敛，因此做了许多调整，尤其在戏中要和林奕芳等人演同辈分的角色。实际年龄相差十几岁的吴灵珊笑说，真的外表上比较吃亏了。此外，吴灵珊在剧中首度与郑仲英配对。吴灵珊爆料，曾他在综艺节目中提到跟其他女星唇交经验，和陈冠廷拍吻戏因太紧张 NG 了30次，郑仲英看完后就许了个愿，吴灵珊亏他，你该不会是许愿希望我下次上节目时说你的嘴唇最软吧？不料郑仲英竟笑说，哎呀，你怎么知道，迫不及待想开了。